那么来看一下使用注解这种形式的一个原理啊。他说在加载死灰武器的时候呢，根据上边配置的包路径扫描包下的及子包下的类，如果标识了按下 Ctrl 的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是 SmileVC 的注解啊？这是 SmileVC 的，按了 Service 这 Service 层，按了 Repository 是 DU 层，还有什么按什么 component， 这啥意思啊？这个注解呢是标识一个普通的 Java bin 的，能理解吗？就是普通的一个类啊 Java bin 啊，进行实例化，对不对？这里面这些配置呢你不用管它啊，不用管，听到没有？咱们呢只需要配什么就行了，就这样配就可以了，配一个什么组件扫描，看到了没有就可以了啊。同样的，关于依赖注入的注解，我刚才使用的是什么注解还记得吗？是不是 add resource 啊，对吧？除了 add resource 之外呢还有哪些呢？看看 add auto wire 的，这个 auto wire 啥意思啊？是不是自动注入啊，对吧？这个 add auto wire 的注解呢，它默认呢是按照类型注入的，都可以标识在属性上，根据属性类型呢去死灰容器中呢找同类型的bin，找到则将bin注入到属性中。啥意思啊？咱们看看，咱们在刚才是在思维当中注入一个 DU 啊，对吧？我使用什么 auto 什么 auto word，这样行不行啊？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现在咱们再运行一下啊，看看。看看是不是写出来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注解有什么作用呢？咱们呢来写一下啊，写一下注释啊。啊 ，auto world 啊，注解默认是按照类型注入的，对吧？啥意思啊？大家看看这个注解是不是修饰了这一个变量啊？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的？是不是 test 的 DU 类型的啊？对啊，那在加这个注解之后呢，它呢就会去死灰容器当中去找有没有一个对象它的类型是 test 的 DU 类型啊。结果发现是不是有啊？有，它是不是这个类型的？可能有些同学会说了，说老师，它明明是 test DU RMPL 啊，它不是 TS DU 类型啊，它是不是啊？那肯定是的啊，它是在实现内，能不是它吗？知道啥意思吧？啊，通过什么类型来找，对吧？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呢？想想看，那如果说没找到怎么办？按照类型去找，没找到，没找到的话，这个时候报错了，是不是类型找到啊？对不对？这很好理解啊。来看看下面那个这上面说的啊，比较详细一点啊。他说注意，如果容器中的同一个类型的对象呢，如果有多个，使用 auto where 的就报错了。找到多个同类型的bin，是不是？这有个注意叫什么？叫按的什么 qualifier 啊？你可以在这里呢再加一个注解，就按的什么，或者 qualifier 啊，注解，对吧？指定什么？来指定它的名称，就是你要找这个对象它的名称，叫什么 ？test 刀啊，它俩在一块搭配使用，对吧？如果有多个同类型的对象怎么办呢？咱们呢就会报错，这样说哈，就会报错，对吧？怎么解决呢？解决方案使用什么 qualifier 啊，哎 qualifier 啊来指定
具体名称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大家想看这两个注解在一块搭配使用，是不是多此一举啊？那我干嘛还要这样写呢？费事不费事？那我能不能根据名称来找啊？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这就是咱们需要讲到下一个注解，什么注解啊？叫按的什么 resource 注解啊。先看一下文档啊，使用 GDK 的注解按的 resource， 对吧？按照名称进行注入，对吧？来写一写，来看到什么 resource 注解啊。这个注解呢，它不是 Spring 提供的，它是咱们 GDK 提供的，能理解了没有啊？来写一写 resource 注解呢，默认会按照名称去容器当中查找对象。那问题出现了，那如果说这个注解去查找对象的名称的时候没有查到怎么办？没有查到怎么办？会报错还是怎么着？这里呢，大家知道啊，它不会报错的啊。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呢？再按照类型去查找。大家想想看，那如果你使用这个注解的话，是不是意味着万无一失啊？是不是万无一失了？先根据这一个名称，对象的名称去找，看看 Spring 名当中的有没有一个对象，它的 ID 属性或者 name 属性叫 testDU 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它呢会继续按照类型去查找啊。那我再看一看。有没有一个叫 testDU 类型啊？大家听懂啥意思吗？啊，现在我给你演示一下啊，演示一下，我这里定义的是不是叫 testDU 啊？对吧？那我改一改，我怎么改呢？我将这一个 DU 的注解名字改成 testDU 一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这个实体化的 DU， 它的 ID 属性叫什么？它是 DU1 吧。如果说它只按照名称来找的话，是不是意味着就找不到了？但是咱们看一看它是能不能找到啊。来，咱们运行一下看看啊，如果没抛异常运行成功，是不是意味着找到了？对吧？来，是不是找到了？大家听懂了没有？所以说呢，这一个 and resource 这个注解呢非常好用，非常好用，就非常好用啊。它是按照名称去找啊，如果找得到的话呢，再按照类型去找。如果两个都找不到的话呢，那就说明你写的代码有问题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问题还大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经常使用的，使用谁？按照类型找到多个啊。你说如果按照类型找到多个怎么办呢？你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住我了。我看下来看一看啊，因为基本上呢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。你想看，咱们在定义它的时候，是不是先按照名称来定义的？如果说你在这个环节出现失误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它按照名称去找，如果找到多个的话呢，我觉得它肯定会报错。我说是不是啊？结果发现，这么多都是这个类型的，那我怎么给你输入啊？我不知道给你输入哪一个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应该会报错了啊。我没遇到过这种错啊，基本上呢都就可以搞定了啊。所以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呢，知道啊，这 resource 注解呢是非常有用的啊，非常有用。这 outline 的也有用，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在它俩搭配使用的话呢，就没有多大意义了，听懂了吗？啊，再接着说啊，咱们之前在取这个对象的时候，再来看看，我是不是通过名称去取的？对吧？那如果说我通过类型去取的话，我还用给这个对象定义名字吗？是不是不用了？我把它给干嘛？给删掉啊！删掉没问题吧？然后呢，把谁啊？这个是不是也删掉啊？
看见了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在这里呢，干嘛呢？我通过类型去取，有没有一个对象的类型叫 test service 啊？ test service 点什么？ class 是不是类型啊？对吧？咱来测试看看啊。来看，又取到了，知道啥意思吗？就如果说你觉得哦，我还得给他这个 DU 的时间内还重新起名字，太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我要给他的这个时间内重新起名字太麻烦了，那你不如干从类型去找吧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这一块都是灵活的啊。然后咱们今天的课呢，就讲这么多啊，讲这么多。剩下的一些功能呢，咱们在讲项目整合的时候会给你们讲的啊。然后呢，课下的时候呢，大家把今天那个视频呢看一看，然后呢，按照我这个逻辑来，先建一个工程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配置文件写一写，先了解和熟悉Spring这一块，你动手配了，是吧？有可能会出错，出错也是因为你配置文件肯定写错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帮助你学习啊。今天的课呢就讲完了啊。